大家，我来了。嗯，我同事他们都去吃火锅聚餐了，只有我归心似箭，一心陪家人。哦，很棒。时间快到了。哎，这不是你迷的那部《迷宫传奇》吗？有狗仔拍到男女主亲一起，还忘拉窗帘了，场面特别劲爆。你说，这拍个电视剧，真能拍出感情吗？哎呀，你懂什么？有一种恋情叫做宣传期恋情，有一种关系叫做合作炒 CP。这么幼稚的花边行为，只能骗骗你们这种外行人了。哎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不是怕你以后也去拍戏，入戏太深，因戏生情吗？我要开始直播了，你不能讲话了啊。就给我送的游艇，还有超级干妈给我送的豪华跑车，我真的是好开心的呢！谢谢你们。哎呀，我好像有点渴了，我得去催一下服务员，我的饮料好了没？一会儿见啊。干什么？你以后真的要喝饮料啊？傻不傻？我这是要补妆。好了，我接着开始。有没有想？那是我爸，哥哥，他是我哥哥，是我远房乡下来的表哥。对呀，你们不信你们可以看，是不是？长这么老一看就是我哥哥了，怎么可能是男朋友？我男朋友怎么会这样子？真是搞笑呢！我这么年轻这么小，哪里懂得什么谈恋爱呢？你们说是不是？你们再给我送小礼物，我继续跟你们分享我的明星私生活，好不好？最近有接到一些新戏的邀约了，但是我就不知道要。怎么这么没礼貌？好，你要走的话就别回来了。早饭啦！你在干嘛呢？我在最后检查一遍这个策划书，我觉得这个策划书啊已经特别完善了。今天见黄总，我肯定能拿下他的投资。啊，你今天要见黄总啊？人家今天心情不好吗？想让你陪我出去逛逛。啊，那我跟他早就约好了。要不你找吴西或者姚家人陪你？哎呀，我都约过他们了，他们都没时间。那要不你就自己先去逛吃逛吃，等我忙完了，我再来找你。你的这份 BP 我已经看完了，
你关注的这个人群呢，正好是现在社会上面所忽略的。如果说能够按照你的商业计划顺利实行，那么我们不仅可以帮助到这群人，同时可以把我们公司推到大众面前，赢得更多的关注。这种双赢的方案我非常欣赏，我会考虑投资的。谢谢您的夸奖。但是，你不用紧张，我是想说的是，但是我要跟其他的股东商量一下，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这样，下周一上午10点你再来找我。行，那太谢谢你了，那我先走了，您先忙。小姐，这是你的账单，请确认一下。刷卡，来，没有密码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您的账卡好像刷不了。刷不了？要不您再试一，你再试试另外一张。我试一下这张。对不起，这张也不行。也不行。啊，你稍等一下啊，谢谢啊。哎，好，你有需求直接叫。哎。挣钱？啊，你这是？啊，我找黄总聊点事儿。楚总，我一会儿还有事儿。行，那你先忙。谈完了，我现在过去找你。我来了。你怎么了？嘴嘟得跟金鱼一样。我的卡刷不了了。没事，有我呢。服务员，买单。老程居然跟我玩这招。先生你好。可以手机付吗？啊，当然可以，您只要扫一下桌上的2维码就可以进行支付了。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呀？我今天跟那个黄总聊了，聊得特别顺利，他说回去再跟其他股东商量一下就没事了，会给我投资的。他还约我那个下周一再找我聊。嗯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怎么又有钱了？好多好多钱，这么好的事儿，那咱们要不要去庆祝一下？吃个甜品什么的。我兜里只有坐地铁的钱了，你有带钱吗？那不如我们先回家，然后等投资钱到位了。我们再出来庆祝，也行。那我们回家，走，走，让你起来吃早饭了，起来！哎呀，快起来！哎呦，快起来！哎呦，你看看你哦，这个懒样子！哎呦，好怕了你了！哎呀，起来！哎，你看看你自己的房间乱成什么样子了，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。我说你一个人的东西怎么加起来比我们三个人都多呀？啊？你看看你这个样子。你还知道你是女孩呀？你看看你自己脏的邋遢的，一点都不像妈妈。那以前这些都有阿姨给我弄啊，这些我哪会啊？
你还知道以前有阿姨啊？现在没有了，所以啊，自己都学会做家务。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提高星星的自理能力。一个人啊，管理自己的生活能力是成年人最基本的能力。你要是能管理好自己的生活，那妈妈也可以减少对你的担心。对对对，蒋阿姨啊，您说的可太对了。郑倩，你最近也不工作，我看教星星做家务这个重任就交给你吧。我教他？啊。郑叔叔。哎，哎，开家庭会议呢。老郑。啊。我想让郑钱教诚心做家务。哎，这是好事啊。哎，是啊，我们做教育的人都明白。这个教啊，也是学的一个过程，这样子让两个孩子相互监督，那自理能力一定会加强的，对吧？这个提议好，我赞成啊。我不赞成啊，我宁可自己把家务活都干了，我也不愿意教他。蒋阿姨，你就放过我吧。怎么还叫阿姨啊？叫妈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孩子顺嘴叫什么就叫什么，没那么多规矩。那我就叫您蒋妈妈。哎，哎，那我是不是要去叫郑叫郑？我叫不出来。不碍事儿，不碍事儿，小姑娘家下的脸皮薄，哎，叫我叔叔就行啊。这么偏心，爸妈也就这么一说，你还真的要学家务？要不你还是放着，要不？哎，我不，我就要学。我妈说的对，我现在已经不是程大小姐了，我要学会独立自理。你赶紧教我，不然我告诉郑叔叔。那行。我们就先从这个擦地板开始。这个擦地板呢，你要先用湿抹布把地板先打湿一遍，然后呢再用干抹布把这些水渍给擦掉。先湿抹布，再干抹布，然后再把水渍擦掉。记住了。记住。开始吧。干嘛这么麻烦呀？先把水滴到地板上，然后再擦掉不就行了？这么多水，搅水泥呢？还是我来干吧，你歇会儿。学不会擦地没关系，我们今天来学一个低配版的炸酱面。可以说是 so easy 了，只要把这些料跟酱啊炒热，然后加点调味就可以了。嗯，这个简单。那这个是什么？知道吗？油。这个。酱啊，上面写着呢。这个。刀。怎么开火？什么会吗？按橘色这个。那应该没问题。放心吧。Thank you.
放着没有？你快把门关了！哎呀，小姑娘，你别烫着了，你加点水。不能加水，油跟水是不能一起炒的。快快快，尝一下我做的炸酱面。哎，少一点，少。哎呀，多吃点，你又不减肥。行，少一点，挺胖。弄点酱。哎，少。行，尝一下，挺香的呀，是不是？香。大口一点嘛。好胖。真的啊？好。真幸福啊！妈，郑叔叔，你们回来了，快来尝尝我做的炸酱面，我给你们尝啊。做面了？对啊。哎呦，行啊你，这么快就学会做了？嗯，郑钱教我的。哎呦，不错，郑钱。嗯，看着都挺好吃的。看起来不错嘛。酱叔，我给你盛一碗。哎，好嘞。少盛点，少盛点啊。哎呀，没事，多吃点，有的是。哎，郑钱。筷子。你前两天你还说那个欣欣是什么？家务黑洞。什么家务黑洞啊，你看这做的多好啊。对，特别好吃，您赶紧尝尝。尝尝水。所以你不能轻易的否定一个人。啊，闻得不错。尝尝，赶紧尝尝。快吃一下。妈，怎么样啊？有一点点糊。不过。至少已经做熟了，第一次能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。啊，欣欣，不错啊，叔叔特别喜欢吃。真的啊？哎，那你们多吃点啊。我喝水。郑叔叔，你是全世界第一个说喜欢吃我做的菜的人。嗯，你多吃点，不够吃的话，我再给你做。哇。这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呦喂，天哪，这跟打过仗一样的体牌呀！天哪，这我的这些锅啊碗的体，哎呀！哎呦呦呦！哎呦！哎呦！这压根给洗了，这还水洗呢！哎呦我天！武艺严查，不错。前段时间朋友给我送了一些，我不喝茶，我想着叔叔您懂茶，就给您拿过来。要是诚心有你一半这么想着我，那就好喽。您也别这么说，诚心还是很惦记您的。算了吧。哎呀，他现在整颗心整个人都在郑家。云飞啊，你要是有时间，帮我多劝劝他。客观的说呢，郑钱这个人想法独特，也很有能力。前段时间我还在 DU 珠宝楼下碰到他，好像在和黄总谈什么事情吧。DU 珠宝，这小子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？这我就不清楚了。应该是正常的业务往来吧。帅哥，交个朋友哦！我说多少年了，你怎么还是咋咋呼呼这么爱开玩笑的性子？万一遇上坏人，被你吞没不轨怎么办？
坏人，哪儿呢哪儿呢？坏人。哦。哎呀，老是那么正经干什么呀？也是，我得向你学习学习，多开个玩笑，老绷得这么紧可不行，是吧，小仙女？知道就好。嗯。啊，那个我迟到了啊，我先自罚一口。自罚一口，堵车了吧？嗯，其实还好，才9点。哎呀，我现在已经不是坐得起车的人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坐地铁来的呀，我都多少年没坐过地铁了，现在地铁怎么那么多条线啊？左换乘右换乘，我脑子都弄晕了，我换错车才知道。为什么呀？老郑把我的卡停了，我现在是穷人了，我连个车加油的钱都没有。哎，还不是因为你跟郑钱的事儿闹的。对呀，你说他多过分，非逼我跟郑钱分手，现在居然对我实施经济封锁。反正我这会儿也正生气了，我不要原谅他。你爸还不是为了你好。哎，你是站在哪边的呀？当然是站在你这边的。只是我觉得呀，你老跟你爸这么僵着也不行，找个时间跟他坐下来好好谈谈，是吧？哎，跟你说话的你听着没有？什么呀？我粉了10年的赛车手李昂要复出了，下个月要在法国办比赛，我好开心啊！哎哎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赶紧回去告诉郑强去，你自己喝啊！哎，不，我手机不行。新鲜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吓死我呀！我还以为你睡了呢，你怎么在这儿躺着呀？你还没回来，我不放心，所以在这等你。给你发微信，你也不回。我刚刚骑车没听见。骑车？嗯。这么晚你骑车回来多危险啊！你干嘛不打车呀？嗯，人家现在不是已经变成穷人了吗？要习惯一下，顺便省点钱。你这是什么朋友？大晚上叫你出去也不送你的。就一普通朋友，就叙叙旧。不说这个了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你记得我老给你提那个李昂吗？就我粉了10年那个赛车手，他下个月要复出了，在法国办比赛，我到时候一定要去看啊。嗯，好，好，明天我找黄总谈投资。等投资款一到，我陪你一起去。真的？小强，你对我太好了。哎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先暂时不找工作了？或者说，等我从法国看完比赛回来再找？嗯，好啊，你想什么时候找就什么时候找。小强，哎呀，我好开心。郑，是这样哈，我们经过考虑，决定投资你的商业计划，而且我们的投资额会翻倍。谢谢王总。但是我们有一个附加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必须要跟陈星分手。我不明白，投资跟陈星有什么关系？张氏集团给我们施压了，郑钱，你是个明白人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我非常欣赏你的商业计划，但是我真的……黄总，我明白你的难处，但是我不会因为这个放弃陈星的，告辞了。小郑。
楚云飞，你果然来找黄总了啊！上车吧，咱们聊两句。聊什么？投资撤资了。这事儿你也参与了？这事儿我没参与，但是我知道。郑钱，我觉得你放弃程鑫吧，这可能是你为他做的最正确的事。你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。我想，我没什么好聊。大姐，我真没钱。大姐，您稍微还我一点，您分期付款都行。我也没让您把所有钱都还我呀。哎呦，你不要在我这摊位上磨了。你看我这天天赔钱，我哪里有钱给你啊？你在这耽误我做生意，回头我不干了，你找都找不到我。有钱我一定还你。好，好，啊。看得怎么样啊？进来了，来，包给我。我爸跟蒋妈妈。他们出去买菜了，我正在看去法国的机票呢。把鞋穿上，你过来跟我一起看。你看看哪趟好？我这看半天了，有好几趟呢。有早上的，还有凌晨的，凌晨的会便宜一点。这还有一套中，对不起啊，黄总他没同意投资。哎呀，没事儿，那去法国的机票我自己想办法。没事儿，真的。我帮你包个橙子吧。先生想买什么？我可以给您介绍一下。啊，您好，我想买个戒指。是结婚用的钻戒吗？不是。您这儿有没有那种像钻石但不是钻石的戒指？不好意思，这种我们店里没有。哦，没事，谢谢您。啊，不客气哈。小宝，我也知道你急等钱用，可输也难啊。大叔，你别喝了，再喝醉了。没事儿，这点酒刚哪儿到哪儿啊。别喝了。小宝，叔对不起你，钱是真没有。所以只能请你吃顿饭，要不今天你就先回吧。又到了我闭嘴的时候了呗。你知道就好，一会儿自觉一点啊。我就在想，有没有什么事儿是能让你在直播之中失态的？我跟你讲，你一会儿不要搞事情啊！就算天上掉下刀子，我也不会失态的。我这叫专业。我要开始啦。Hello， 各位宝宝们，你们好。今天呢，我要给大家唱一首歌，叫做《小手拉大手》。开始喽。
到这儿。这不是买给我的吗？啥了？嗯。哇，好山好大，好漂亮啊！这个很贵吧？只要你喜欢，多贵都值得。你怎么突然想起给人家买钻戒啊？我要是早知道这样就能把你从那帮宅男手里抢回来，我早就给你买个大钻戒了。哎呀，你讨厌死了！不过我就知道你最爱我了。来，戴上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欣欣，是你回来了吗？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我等你呢。你怎么晚饭都没吃就出去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？我有点事。我困了，我先回去睡觉啊。挣钱，挣钱！你放心吧，经理，我就跟我男朋友说几句话就让他走。哎，行，那你们慢走啊，经理，拜拜，飞哥，拜拜。
你跟踪我呀？我哪儿跟踪你了？不过，你来这个地方干嘛？还是跟楚云飞在一起？你实话告诉我，你刚才小脑袋瓜里面是不是闪现了很多不该闪现的画面呢？我来这是工作的，云飞哥给我介绍的。来这儿工作？现在我要正式给你介绍一下，坐在你面前的呢是酒店测评师程心小姐。程小姐从小热衷旅游，去过世界上除南极洲以外所有的大洲，入住过世界上唯一一家七星级酒店 Burj Al Arabi。什么 ？Burj Al Arabi 就迪拜那帆船酒店。哦。住过的五星级酒店呢数不胜数，所以，我将以我丰富的个人经验为基准，对乙方酒店提出专业的运营要求。比如说这个房间。猫眼有加盖保护，保护客人隐私，非常好。再看看迷你吧，应品丰富，保质期也新鲜，不错。床上用品我刚才看过了，非常干净，而且床垫是英国著名品牌斯林百兰，符合五星级的酒店标准。再来看看这个杯子，肉眼看上去很干净，没什么污渍。这是什么呀？荧光检测仪啊，相对光单位值为13，介于干净不干净之间，这杯子还别用。不是，你平常住酒店都带这么多东西，这个什么紫外仪、荧光检测仪，平时住当然不带啊，但是我现在是专业人员，我得有专业素养。你好，啊，放到那边就行。张小姐，您的餐到了，请问您还需要其他服务吗？不需要了，谢谢。如果您需要其他服务，请打我们的内服电话。祝您用餐愉快，谢谢。服务人员仪容整洁，有礼貌，不错。我要开始吃了。你一个人又吃不完这么多，我帮帮你吧。我在工作，你不要捣乱好不好？要不回家去吧。我现在呢，就要用我的这个一技之长赚够去法国的机票钱。郑先生，回家吧。走。那你什么时候回去啊？按照合约上写的呢，我得在这住一晚，才能提供专业和有价值的意见。所以，快点吧。路上小心点啊！去吧，拜拜。不要太想我哦。朱总，谢谢你帮欣欣介绍工作。你是在替程心谢谢我吗？如果是的话，就不必了。我跟欣欣的关系，用不着说谢谢。不过，欣欣来找我帮她找工作，这点我确实没想到。程心从小被伯父捧在手心里，十指没沾过阳春水。你厉害啊！现在他为了你。跟伯父都闹翻了，你是怎么想的呢？你真打算让他跟你过这样的日子？你真打算让他自己赚钱养活他自己啊？你总说你和陈心一起长大，可你怎么一点都不了解他？他跟你不一样，
你是贵公子，动辄就说家庭说人脉，他不一样，他有钱了就敢花天酒地，没钱了呢也能撸起袖子苦干，什么样的生活他都能过得有滋有味。他跟我一样是打不死的小强，所以别用你的心思去揣测他，我的女朋友肯定是我最了解的。虽然你不接受，但是我还是要以她男朋友的身份向你说一声谢谢，辛苦你了。